无线服务提供商不断努力增加网络容量，以服务更多用户。但是，采用 3.5G 赫兹许可频带运营的服务提供商缺乏频谱资源，并受到当前 WiMAX 点对多点系统容量的限制。采用免许可频段点对多点运营的服务提供商也发现，由于第三方无线系统信号干扰造成的不利影响，很难实现与用户签署的服务等级协议规定的服务质量。Redwing 5000 Jet 一种点对多点解决方案已经问世，它采用颠覆性的智能波束复行技术，有望重新定义宽带无线接入的性能。Jet 波束复行解决方案由一系列天线阵列构成，它们共同生成窄角度、可转向的波束，从而增加系统增益，最终提高传输容量和范围。由于把宽波束的通用扇曲天线更换为窄波束的智能天线，干扰抑制能力大大提高。连同 Redwing 独特的空中接口， Jet 可确保在高噪音频谱中实现约定的服务质量等级，而传统的解决方案则无法正常运行。如果采用典型宽波束天线的点对多点部署形式，相邻波束扇区发生重叠，会产生极高的自干扰水平，从而降低用户容量。与典型的扇区天线不同， Jet 窄波束可将相邻扇区和附近站点之间的自我干扰降低到最低限度，通过无与伦比的频率复用技术增加网络吞吐量。如果视距传播条件受到限制， Jet 智能波束复行天线会自动选择最佳波束方向，可通过反射或衍射路径形成最佳链路，从而使服务提供商增加覆盖范围，更好地利用基础设施。 Redwing 5000 Jet 已被多家全球顶级的运营商选择并用于商业部署。对于 Redwing 不熟悉的服务提供商，可以方便地将其网络升级为 Redwing 5000 Jet， 从而实现行业最佳性能。已经使用 Redwing 5000解决方案的服务提供商可以部署与现有的 Redwing 5000用户单元向后兼容的 Jet 基站，从而无缝地提高网络性能。 Redwing 5000 Jet 是一种卓越的、永不过时的点对多点无线接入和无线回传连接解决方案。如果您正在扩展您的网络， Redwing 5000 Jet 是不二之选。